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介绍台南的美食，有人可以来我们店，然后我去买这个给他吃。来，给你们介绍这间超厉害的碳满堡，还有这个那个阿凤丝木鱼羹，你已经点喝啊？好，来，我们人可以说他不要入境，所以我帮他准备，帮他夫妻俩准备马赛克。还有我们台南现在流行僵尸啊，所以爷爷大爪丢在湖啊。啊，他老婆的脸很小，所以我准备很小条的哦。啊，他说他不要露脸哦。然后来跟你们讲哦，好了，没事了。那个不要每个客人来都叫我去包哦，这个是因为外公，咱因对新德，因对新德开车来阮店，然后来都没有吃东西，然后买个鱼什么东西，然后他就要回新竹了。你看，连吃东西的时间没有，我就只好叫我们员工他包来回家，然后给我一个上可怕的所在就是。因某开的，这已经足恐怖了，这足恐怖的，佮上恐怖的佮后壁，上恐怖的就是因某磕着驾照，第一次上路，然后我阿公你是第一次上高速公路吗？他说没有，哦，伊伫遐边啊笑甲伊吼，伊讲因某讲我考到驾照，第一次开车上路，我第一次开车上路，你伫新竹开车开来台南。然后东港，你搁要开转去新竹，嚯、哦，这有够恐怖的！今仔日，今仔7月16哦，今仔7月16，即马10点外，大概估计他们大概在40-50分钟就会上台南的仁德交流道，往新竹的方向北上回去哈、哦。这个各位粉丝如果可以的话，就避开这些路段哈、哦，有点啊恐怖啦！我当学着驾照，我嘛唔敢开高速公路，因为第一次上路。对新竹开来台南，这好好啊培养，连钢琴家唔免廖老大出名，但他派这个女车手的让甲杰尼龟对战呐，你来哦，就打杰尼龟吃我死啊！来，我来讲，来我来介绍一下。啊啦。我第一遍开高速，对，无我你第一遍开高速。我第一遍开车有开高速。靠靠腰。我无。恁遐较好。我驾就考半档，我都无开到。卡。驾训班。所以有一些事情，你他妈的，你们就要讲清楚。我上次告阮少年啊，即马小帮手接吼，伊坐我的车，然后我要开回来，然后伊讲，伊讲伊唔捌开过高速，还是安那，反正我都互伊开。然后互伊开的时阵，伊开的手牌，伊不知偌恐怖。伊开自牌去考驾照，然后来开手牌车，伊一卡档要打库拉奇，一卡档要打油门，啊。当下换来换去，反正足恐怖啦！我无得来强调话，恐怖。我等下讲一个代志，那个车就是反正油一卡在遐打油门，一卡在遐打开。哎，敢那正常人嘛是安尼打，无是安那打。我打啊！你有气泵啊？你油门按到底，所以你也感到足恐怖。你是油离合器绑开，然后安那？油门按到底啊！油门按到底。哎呀，所以你也感到足恐怖。反正足恐怖呀！我让伊开86快速道路一站尔，开落来是开高雄，开上来。哦，对高雄哦，啊，不过到86时我上惊，尤其迄交流道搞要溜落迄个有无？啊，唔是啦，伊先打离合器，把他他妈的踩空了以后才踩刹车啦。所以车子先放空滑了以后才踩刹车。开到我们店的时候，我变了，我点变速，哦，我太紧迫了，我拍巴肚。老塞。哦，我也老塞，我一到就惊死啊，结果。我们这个女车手更恐怖，她第一次上路从新竹开来台南，等下要再开回去大家小心哦哈。来，这个阿凤丝木鱼羹，我跟你讲，来，这个是我们台南的鱼羹，你看，整里面这一块是丝木鱼的鱼肚，那一碗60块吗？还够未起价？好啦，60-70、80我拢感觉还够足俗的，吼，真正无贵。我讲，这个鸡内底这块是300鱼肚。对啊，来，你看，这嘛是鱼肚。你有吃过用旗鱼浆加盖了后，然后搁打一块300鱼肚包了无？你看，有无？来，你讲阮台南真材实料的啦，吼、哦！阮台南人拢袂好来，阮台南人做低调，吼、哦！就是我讲我18公分的18公分，吼、哦，手掌了。那个来啊，然后这个有来这里的话，记得吃了觉得很好吃吼、哦，你也当买几条鸡粒啊，等于。就是那个鸡，一斤两百六啊，两百八吼。我来讲有价值，300鱼肚呢，即马300鱼这么贵，伊把鱼肚切落一条一条，然后饲入去这个鸡内底。阿凤哦，
比保安路，你们自己 Google 保安路阿凤，哦，不是叶凤，叶凤行好些，分家料都出来呗。啊，我讲的是阿凤啊，不过叶凤也不错啦，老实讲，两家都不错，但是我还是习惯买那个阿凤的哈、哦，阿凤的鱼羹，你买这个回去煮煮汤啊，煮什么哈、哦？加点嘛芹菜煮啊，加点嘛啥货，汽锅啊煮起来，真正有够好吃啊，好、哦，然后这个碳满饱。哦，公仔我吞多些呢。它有一个很厉害的，就是这个，它是馒头碳满饱嘛，木炭烤馒头，像汉堡一样。啊，这个你如果在那边现场吃最好吃啊。这个买回家的话，你就把它那个烤箱再烤一下，然后就把这一块菠萝油奶油放进去里面，咸咸滴滴做起来哦。然后它的这个，哦，这个，来来来。给你们瞄一下就好了。烧肉又夹生菜，好、哦，然后有时候还加起司加炼乳，这个也超好吃的。反正内行人，我是吃这個，不是去拜那个天线宝宝嘿，有无？丁丁是不对哦，天线宝宝是丁丁的吼，啊，我讲的是丹丹的吼。丹丹是丹丹。所以丹丹是另外一个卡通的咯，天线宝宝里底无丹丹嘛。我单单是早餐店。对啊，咱台南人去买是单单汉堡嘛。对啊。对啊，哎、啊，不是单单有在某一部卡通里面的，淘气的阿丹吗？我水不能看得清。哦。他在我觉得女星歌徐小丹，我那是很大胆，有拍类似 A 片，好、啊、不啦？类似写真集啊。写真集。好，类似这样好。那我们准备开吃了哦。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有来我们台南的话，就是。这两间就超好吃的，不过这个伊间无卖足晚，卖到差不多九点半、十点应该就无卖啊。这边收完吼，卖到十点就无卖啊吼。这做好吃啊，你也看。台南人的诚意啊，你看，那我伊间也得有包伊肚嘞，你知无？绝对唔是迄种规粒鱼丸食起来拢无味，肯定涂骹个遐掉掉掉迄种，迄种欺骗社会的吼。好，介绍在这边啊。等一下吃饱了，我们这个女车手就要开回去新竹了哈，大家小心了哈。大概7月16号的11点左右会开始从仁德上去哈，大家休息一下哈，拜拜，麦拉惊到啦，拜拜拜拜。